哎，小欧回来了。哎，爸，电视呢？哦，那儿。哦。哎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是严谨，我是小欧的朋友。男朋友？普通朋友？就瞎了眼能看上他？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不要上厕所吗？那边。哦，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，我这一高兴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还有点饿。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些礼物。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哈，谢谢哈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严谨，严肃谨慎的严跟谨。哦，这名字太好了。哎，你在哪工作啊？有多大了？哎呀妈，你有完没完呀？我就让他搬个电视机，别愣着呀，赶紧。好。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？啊，阿姨，我先干活了啊，反正我也认了门，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。啊，好，常来啊。哎，走了，叔叔。啊，好，哎，小心啊。哎，再见，叔叔，阿姨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我这吃都吃进去了，怎么吐啊？你教我呀。想让我跟那个小寡妇合作也不是不行，啊，除非你卖三分之一给我，不可能，那就没得谈了啊。去年你儿子在外国干了点蠢事儿，我听说还把人给烧了，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那女孩的家里人好像一直在找啊。既然我都知道了，那说明找到我咱们这儿了。陆总好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？您这大家大业的，可得稳住了。严爷，这事可不好开玩笑的哈。哎，严爷，您太较真了，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。回头我就让兄弟们把那辆集装箱的酒水给你送过去，好不好？给梅总送过去。